我和白景瑟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我们是合法夫妻。小师姐你今天真好看，感谢大家的到来，恒瑞珠宝新品发布会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本次新品的设计师白锦瑟小姐。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，也感谢恒瑞珠宝给我的信任，而我此次最想感谢的是那个让我明白绝处逢生的这个道理的人。此次新品发布会，有人故意将我设计好的稿件泄露给了天盛，然后栽赃嫁祸给我，让我险些丢失了本次的机会。原本以为我的珠宝设计生涯就此结束了，但是最终我回来了。白设计师，恭喜你。恭喜我？你恐怕不是这么想的吧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的确很聪明，删除了和 Lucy 的所有的联系记录，并且保持距离不见面，但是狐狸最终会露出尾巴的，不是吗？白景瑟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用了做过手脚的打印墨，让我故意以为那是一堆废纸，而后将我的稿件偷走交给了 Lucy。 你串通 Lucy 和我见面，故意让景向东看见，又让 Lucy 给我转了一笔巨款，让墨总误会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和 Lucy 之间根本就不认识。景瑟是什么关系你自己最清楚。那你说说我们俩是什么关系。是他勾引了你，你沉迷于他的美色才处处替他说话的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和白景瑟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我们是合法夫妻。